精致料理又有氛围感，为抓上了这间 Fam Dining 用餐的环境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如果你有特别活动也能在这里做，下底呢一共会有六道美食。首先老板会送你一道限定小前菜，之后就会 serve 上三种不同款式的前菜，每一种都做到非常精致。泰式风味的串串，还有鸡蛋可里的大大都很特别。上了前菜之后呢，这道汤品里面有 blue crab 夹带着椰子的香味，面包的涂浆 green curry butter 有着浓浓的泰国风情，有前菜、汤、面包，还有 refresher cappellini 给的虾都很大致。这里的特点就是菜单会定期更换，这次的融入了泰国元素，能够在 menu 中任选一种主食，有 river prawn， 有大大块入味的牛肉，这里的分量都很足够，而且每一道都带有它独特的味道。除了虾和牛肉，鳕鱼口感细滑入口即化，甜点看起来像颗蛋黄，但其实是芒果口味的椰子慕斯。他们有 dinner set 之外， lunch 你也可以过来这里用餐。他们有阿拉嘎的餐点，用白酒料理的 pasta 搭配了大鲜虾、鹅肝、左水果，油脂丰富，味道比较浓，大家快去试试看吧。